找了我，你算找对人了。过来，哎呀，跟我玩欲擒故纵，啊？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你刚刚看谁呢？当着我的面还看别的男人，是我对你不够好？秦老师，咱准备录节目了。不要挑战我的底线，马上来，乖乖等我回来。亲爱的，干嘛呢？看剧啊？什么？男主比我帅？哎呀，比我帅，都比我帅。我还记得，曾经有人对我说过，我是他曾经遇到最帅的男生了。女人，哎呀，错付了，终究啊，是我朋友圈发一个，哎，伤心不爱了，这叫，曾经的爱呢，消失了，凄凉，哎呀，看吧，看吧，自己看，自己看，都不带我，要不然我出去走走，哇，在这3、8、5、6月份的冷风里，我搜索我自己。哎呀，行，加油吧，萧贤，你是最棒的，加油。他这么无趣吗？那当然了，哪像我，会这么可爱，又这么幽默。找了我，你算找对人了。